证人，我不是疑心疑鬼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有一次那个小朋友就跟我讲说：“妈妈，如果你们离婚了，我会给谁管？”啊，我就想说怎么会发生？小孩问你这个？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就说发生了什么事吗？然后我小朋友支支吾吾的，之后波斯就一直要跟他问，之后他会想说没有啦，妈妈。有一天你在上班的时候，爸爸在跟女生讲话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是女生？因为对方是长头发，然后他还有露屁股，我查给你看。然后我小朋友是小三，小学三年级，他知道我想你，可以出去走走吗？啊，来听听爸爸怎么说，来。没有了。他是一个天秤座的人，就跟宪哥一样。天秤座呢，要么就不要抓，但是一抓的时候是非常的准。每当我出外景的时候，或者是去外面拍戏的时候，可不可以不要就是借由小孩子的角度过来看我？哎，对，所以他有时候会打LINE，然后视讯，他会下达指令给孩子说，看一下周遭有什么环境。但是我那个拍戏的现场在台中嘛，在山区，然后我就会硬开视讯，但是会累格之类的，然后他就会说是不是有一个女人跑掉了这样之类的，那我就会跟他讲说没有，我的房间就只有10平大而已，床铺旁边就是厕所，就这样而已。然后我只有几套的衣服，他都会讲说，哎，那你拍一下牙刷看有没有两只是怎么样，不用这样抓我，真的，因为你也抓不到。哎，不，讲这样的话也不对。然后甚至我只有出一天一夜的外景，就当天来回而已，他都会问说，奇怪，你明明就是去台南外景，为什么发票是台中的？啊，中间都不用小便或者是干嘛之类的吗？我永远都是孤军奋战，但是我都知道你们永远都是在背后支持着我，但是疑心病真的不要比我还要重，好吗？他真的怪怪的，查基鲁真的怪怪的，他怪舌头。我一定要澄清一下，因为我会对发票，哦哟，对，然后我对中了200块，然后我看里面买什么，因为那是旧比较旧的那种比较长的，我看里面买什么，保险套。好。你这个都很 turbo 哎，不是这个单元我们是好玩啦，对啊，你们这样我们不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呢，不太方便，尴尬啦，对啊，尴尬的部分。那你有问他吗？我有问他，他说没有啦，我只是经过，这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的，经过而已，对，经过，他可能地上捡的啦，对，这个就是希望是有些人习惯会用，希望是这样，发票呢？对啊，这个我们怎么想都圆不回来，对。对啊，是发票哎，而且是刚好他那天出不在家，还是他朋友，他帮朋友买吧。这是。今天呢，非常特别的，要送给他一个价值25万的熊爱。哦，熊爱哦，熊爱啊！这样子，25万，天哪！这个我自己花都还差不多，怎么会送给他？然后待会就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呢？没有包包解决不了的事情。来，坐。哎呦，进来 OK 吗？对啊。干嘛？什么看电影？小朋友都看我的。很累吗？很累啊。很累啊。那你往前一点啊，对不？你要干嘛？一直到往前一点，我帮你抓一下，因为开车这里是有没有？有没有很酸？好怪。有没有？是不是？我问你，而且我看到你那么辛苦，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要犒赏一下自己，对不对？犒赏自己，说我对，犒赏我，对啊。那你先闭眼睛嘛，你先闭眼睛祷告，你要先许愿啊。祷告。你先闭眼睛，不是。你先闭眼睛。你怎么了？没有怎么了。你是不是做了什么？怎么了？是一首歌。你是不是做了什么？他被那个颜志玲唱红了。就是你是不是做了一些事情？没有啦，我什么时候没有骗过你？不是，我什么时候没有骗过你？好，现场倒数。那时候很晚下班，是累了。3、2、1，打开。放的角度放的好好。爽了。
我跟你讲，所以只有袋子而已。史上最大的，看清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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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里面会不会是凤梨酥？是缺脑的，是缺脑的。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快十年了，他送我一个包，好开心哦！林格文，林格文，对啊，为什么这么好看？对，好开心哦！我耶，平时平缓不是，马上就不怀疑了。听你的东西。然后你要逼谁？逼别的女人哦？有发游戏吗？哦，有。旋转一圈，谢谢阿公。你先不要弄坏，因为后面哈，我还会去弄镭射。对，然后镭射什么？就盆子啊，就是属于自己的。对，等一下还在电线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真的送，真的。啊，这个就我送给你，什么什么，你还要再转卖？傻瓜是不是 ？Forever。Forever 哦。要不要吗？不会啦，我的名字在上面会很怂。你知道有多少人拿他的那个店家的那个扛棒要让我签名，我还不要签呢。啊，你现在背出去那个上面有我的名字，啊，羞愧。干嘛？我的名字羞愧了，真的有点羞愧。结婚快九年了，我觉得。我觉得我不习惯了，毕竟是那么昂贵的东西。不敢相信的玛雅还不断查手机看是不是水货。就那个就是25万啊！我再看一下那个型号。啊，有没有？这一款。对啊。好。开始。三嘛，其实包包没有要送，我们是要收回来，真的啦！你看那个场面，没有要。天哪，你从天堂掉到地狱！他说他去雷射，因为是要还给我们。去借钱，去借钱要买，借来的啦，来的。再借你要买，对，那个是刚刚以为有，不是给我的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你刚刚讲，我们才知道的。我们也是借来的啊。哎，对，玉耶，我先下台好了。别难过，别难过，自己买好的啦。哎呦，天哪，哎，不要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玩火的，对。傻鸡路一直在玩，哎，这个会走心哎，玛雅会走心。